小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起床就想吐。你这不会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吧？不会啊，我跟你吃的是一样的啊。那你另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比方说头晕啊，肚子痛什么的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犯恶心。吐得好，吐得好，你这是有了吧？这是怀孕的症状。听你这样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又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应该没错了，小月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现在马上就去给你做。我现在就想喝点汤或者面条，我别的都不想吃。好好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做一碗猪肚鸡汤面。阿明。你煮这样一碗猪肚鸡汤面会不会很费时啊？不会，白象这个一盒里面有一包面，四包料，这个时候先把面煮熟捞出备用，然后水开下料包，猪肚鸡肉包，煮至沸腾倒入面碗里，最后撒上菜包和胡椒粉，五分钟就能吃上一碗美味的猪肚鸡汤面啦。来来，慢点慢点慢点啊，坐，快坐快坐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你现在不比平时的脏吗？现在天气又转凉了，来，你先吃一口面，再喝一口汤啊，会让你从头暖到脚呢。嗯。嗯。小鱼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这个面好劲道，还有股浓郁的麦香味。特别是这个汤底是地道的粤菜风味，这喝一口汤呀，真的好鲜香。嗯，当然啦，白象研究汤底20多年，他们家这款面条还是阳光日晒的，不仅麦香浓郁，还久煮不断，几股猪骨熬制的汤底又浓又鲜。嗯，它这个还有大块猪肚呢。嗯，鲜嫩爽滑，嗯，阿明，这个面做起来好吃又方便，我们等会再去囤一点。好，小月，那我先去接辆电动车，一会带你去市里检查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哎，哥，阿明啊！哎呀，哥，哥，哥，我老婆怀孕了，哥！你这一天天搞得我晕头转向，又不是我怀孕的。哥，等一下我要陪我老婆去市里检查，我那电动车骑不了这么远，你来借我骑一天呗。哦，这路坑坑洼洼的，你开慢一点，刚怀上，别把小孩震下来了。呸呸呸！你说什么傻话呢？快收回去！对对对对对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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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走了，哥。啊。你这个症状并不是怀孕，根据检测报告来看呢，是胃不适引起的呕吐。这种情况的话，不需要太担心了，回去后注意别吃太硬的食物就可以了。哎，哥，钥匙给你。啊，恭喜啊，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啊。走了，小这小子借了电动车一句谢谢也没有。你干嘛呢？没事，小玉，大不了我们回家再努力努力啊。走了，回家了，走走走。